跟你了解一下，说具体的是医疗或者你发生情况啊，就是针对哪里疾病的各种状况。就是这个现在就是摆姿啊，这个伤痕啊，这个肚子哪里啊，这些发烧病这些小孩啊，这些老人啊，这些那么拿这些药就是均匀的嘛，不够一点放一点嘛，等一两天了嘛，还拿来了嘛啊。有些呢不好在你能嘛拿来吃的啊，到时候是到不好在你嘛，到一两天我妈来看望那个。我们三四天四五天我没来办公室了嘛啊。我们的话呢就是爱护老百姓啊，大米这些我们也拿着啊，胃油啊，口唇发烧的白子病啊，这些个也拿着吃，这些糖尿病用啊就不拿着，到下一次拿着给我们啊。谁修谁啊，龙须。